的需要赶快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用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身影群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，回忆并肩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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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。我怎么这么好？难忍所扰，回首那流星弯月刀，寒蝉飞来歌歌歌。小猪猪，嘟嘟嘟，猪头猪脑猪尾巴猪屁股，猪猪女孩超级可爱，小猪手，猪鼻头，快乐两只小猪猪。Like it, I'm done.